我们登顶了就有心跳吗？等我们登顶了就有心跳了。哎呀！刚爬了3公里，你啥体验？有点渴。做完手术之后，撒撒水。那你坐着干啥？凉快啊！然后我啥就坐下了，才走了3公里。 我就立志把所有膝盖的全部都给。这下面很深的，应该。还好我是大长腿，要是17的话就已经到底了。哎呦！我帅吗？帅。 这个水很深呢，很深，你带着水泡的呀。没事，我有大长腿。这样下呀，我感觉长。这样滑。 你们滚下来吧，真滚下来，滚下来，说滚就滚，就不疼。哇，慢点，慢点。我们要从这里走下去，然后走到那一个小山顶，然后再从那个小山顶再走到那个最高顶。This is professional way to make a coffee in the mountain. 大家看，志豪的手，三尺有力。志豪老师，你觉得这个做咖啡，它有什么技巧？心得？心得啊，对，就是手臂有力气。啊，你要练得像我这么有肌肉才可以。志豪老师，你觉得就是做咖啡当中，你有什么就在人生当中会让你学到更多不一样的？就是喝咖啡其实很重要，一定要找个妹子一起喝。<笑>好了，好了。 怎么样？好酷，但是好喝。<笑>关了，关了，关了。<笑>这座山就是我们上次没有登顶的那一座，然后今天我们又来啦。但是今天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，在树上已经都没有雪了。 我们现在是往这儿下去，然后上那座山是吗？对。应该。看，停，坐。 Feels heavy since we've gone our ways. Hey, hey, hey. 这是我们刚刚走来的路，继续往前走。啊，看一看，前方都是石头路，雪路走完，爬石头。 胜利在望，已经看到山尖尖了。过来。啊，那你平常一天就喝那个。
再拉车，最多一次。谢谢谢谢。你是光，光来了，顶级享受。Okay. 我们现在下山了。Yeah. Hello. Hey, Joe, 欢迎来到 Los Portos， 这里的雪下都是石头。快到停车场了，还有一点点路。有什么感想？呀，你说，另一点，另一点。我还没有到极限哦。我也没有。很好。啊！来根香蕉吗？哇，这个太帅了，我们太过了。怎么了？来，一起合照。三张皮扔哪儿去？开了吗？这个？开了的呀。回来。拜拜。今年一千高。这边有冰啊！要冰就晚上了。踩到冰就屁股着地了。那边有冰，这边也有冰。这里真的有冰，不要踩冰上，自己不要踩到冰。拜拜。